那么我想，离最后一位，在这个确诊者在机场的足迹也已经有14天了，哦，那到明天是14天，那我想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解除全境指挥所的这个条件，哦，那回归给我们桃机的这个应变中心，哦，继续管理这样子的。是现在的证据看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三剂施打还是有它非常大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踊跃的去打疫苗这样有关那个模范公务员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没有？我不是模范公务员，不过我想我是尽心尽力的公务员了哈。我想现在防疫大家都还很紧张哈，疫情也很严肃哈，所以想这个个人的事情是不足挂齿啊。我们落地采检部分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直都每天都在做。那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它的阳性率都有在下降，那这个是不是也反映出国际的这个疫情是不是有在趋缓的趋势？哦，这个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